一二三，我要你放口。星爷的美人鱼在大陆大卖，当中扮演八爪鱼的罗志祥被影迷点名是当中画龙点睛的人物。其实从2013年的《西游降魔篇》中，罗志祥扮演的空虚公子就已经备受好评。星爷屡次找罗志祥合作，原本是属意由他饰演男主角。所以在 Michael Jordan 面前打篮球是一样的，那个压力大到不行。你要得到他的认同。原来是小猪觉得压力太大，三番两次拒绝星爷的邀请，仅客串演出。其实，在喜剧之神前演出压力大，星爷的高标准也让众家演员倍感压力。今次咧系我哋最后一站啦，系啊，咁咧就好唔舍得，同埋我哋而家计划紧咧从头再做一次。星爷此话一出，把所有的演员们都给吓了一跳，因为《美人鱼》从上映初期到现在，星爷亲力亲为跑了大陆20个城市，开了21场记者会，54场影迷见面会，如今获得140亿台币的票房，让周星驰开心的打算再次全大陆走透透。记者综合报道。